好了吗，刷新？我刚刚是连的热点，我来电话了。对，来电话了。现在好了。而且这我还拿云台了呢，兄弟们，如果不拿云台，你们感觉到会更难受。你说这时候来电话好烦的，你说这时候来电话好烦的。十里十里。对，然后把司机大哥好的垃圾的吧。
真长真长，哼，别改，胖大哥，改别人不认识你了。就霸住迪克鳄鱼挺好，你这名可改好久了，是吧？半年前。老鱼，老鱼，上来吗？半年前不是，一年了。大家有没有稍微注意这个局下的后边的车啊？可以的，你可以的，我来撞一下。不是别人，别人其实有用的啊，跟别人要单了。这是在湖北的黄冈麻城附近吧？麻城附近。南京虎哥，玉安，你手打开了没有？谢谢，装憨是吧？来了。刚刚呼叫看你没回，谢谢孟峰。谢孟峰的荧光棒。你的手台的声音好小。差不多 WERO 就是那种一个手紧紧的抓住手机，好重，云台。燕子把你帮助，你也把你的车轮给了我开了。我跟你讲，我还是把车给了你开，把车的绳子把开掉。麻烦你转上给你拍个新的，不可能你这穿的。拍个新的，哎呀，先不说了，你看过去都在笑。等我看不见了，他可以还个老婆是吧？他给我还个老婆，请你。赔钱。哎呀！你车子换了，装了雪箱没有？刚刚爬那个塘，不是有一点水温高的，还好我刚才你说的好危险，看没有？你搞清楚，搞一点点吧。你加了没有都？没有没有，我搞了，我半个多，我估计是五分之三。这是油门太猛了，这快的两圈我怀疑你。放屁！那个云在往上跑两圈，应该不会。哎，小维姐，32F 能叫小呢？啊？
这个声音听着滑车的声音好心疼啊。去啊，这不是一直在吗？树杈子，对，那树杈有很多地方只能硬挂，硬挂车身，哎呦那种。今天天气也可以啊，阴凉的。下雨了，都是泥巴。对，全是泥。视频抓拍成功。下雨才带劲儿，谢谢回忆。下雨很难啊，兄弟们，下雨太滑了。掉头？为啥掉头？不可能。哎，爸，好，前面可以的。那你从右边上啊。你往前面可以的，好。高人，高人，高人。
老板好。没有没有没有。妈的天哪！打人质。好，你行，牛逼，兄弟们。来，我给你们开始了啊！快帮我拉个门。移动数据网络连接正常。哇！不轻点放啊，兄弟们！来，我给你们看看前面啊。等我，先别走啊！牛逼啊！看看我们的捷豹，好吧？看，上！我现在已经还在下着雨，哇！牛逼，漂移了，哇哇，磕住了前桥，前桥正好磕住。太屌了啊！太难了，这难度太高了，爬上去都吃亏，人爬上去都吃亏，全是泥，而且现在下着雨啊，兄弟们，现在是下着泥，太难了，谢谢这个中奖王。看一会儿来看下面，咱们先看这条啊。下着雨，看后面啊。电钻，它这个必须得慢慢冲，慢慢冲。它得慢慢起步，一起步直接加油的话，它会一直打滑。太牛逼了啊！看眼子分队走的都是什么地方？哇！我去，这大坡！哎呦呦呦呦呦！我的天哪，越挠越深。我的，乖乖，厉害，太牛逼了！是不是？刚好今天下雨，这个路况真的厉害。太厉害了！我操，明儿往边抽！哇！哇，我的天哪！哎，这不行！我靠！我！我的天哪！哎，有餐巾纸吗？过来，我把镜头擦一下，有吗？餐巾纸。没有。餐巾纸。在这我拿衣服擦一下啊，镜头啊，兄弟们，在这不用我这也行。我骑上去了。下雨了。雨，下雨的。对，叫大伙儿注意安全。太猛了吧！就这么干呢。太屌了，这时候让有喇叭就爽了。到微信群里问谁还有喇叭，董事长要先走。
这猎豹它也不能第一个上了。猎豹要唱吗？别逗我，别逗我。还要上。我去！我操！牛逼！我牛逼，刹不住了，奔树林去了。牛逼牛逼牛逼！这个地方猎豹不行了，这地方猎豹就上不去了啊！太滑了啊！太滑了！真的，全太牛了！真的，全太牛了！厉害了，我的哥！像这不是太滑了，类似于飘了、漂移了那种感觉。他打盘子，完主要打他推头，他就直接奔树林去了。但他可以倒出来就好了，对吧？明哥，你要小心点，放心，放心。我今天冒着风险给大家播就完了。好，你看这猎豹老哥说完喽，这猎豹就是就不好，猎豹这路就不行了是吧？让他们爬完把你爬一下之后我再试一下。哎，你刚才试了没有？刚才试了，试。就不行了是吧？嗯。啊、上面太滑了。拉，对啊，实在不行那就脚牙一拉就上去了，那个好弄。三毛没问题。看。我们的董事长，我先采访一下。董事长同志，你哎呀，我操，我差点摔了，我差点摔了。董事长同志，虚不虚？我先给他们开个路啊，打个样。一把对，我一把上，一把上，好，准备加油啊！慢慢上，哎，慢慢上。对，脚盘直接。对，脚盘，说错了，快把蜘蛛网给我弄掉。好了好了，够刺激啊！刺激吧？真是够刺激，真是。不卡呀？卡吗？欢迎千亿。你屁股的钱要那个了。不卡是吧 ？OK， 我也感觉不卡呀。为什么有些人说卡呢？对，我想看他们从后屁股上去的感觉，因为这个地方非常的精彩。对，都上得去就。偶尔卡是吧？卡就刷新啊，兄弟们！我们在大山里，深山老林里，我们在深山老林里。哇！我操！哇！我们还得往上上点。要立起来了，车。所以说不要站车后头，知道吧？站侧面。对，车要是。站侧面。对。
我晚上走一点就看不到这个地方最精彩的了，这个地方大石头那点最难，我们得离那儿远点儿，知道吧？它是两边是两个大石头啊、嗯、他现在把那个难的地方已经上去，现在上面那地方还难也难，知道吧兄弟们？他刚才冲的那个位置是个大陡坡，坡很陡，刚下完雨。你看他那个轮胎上面那个齿啊，都密的全是泥巴，哎，全是泥巴。哎，看他猛，看他上就好了。哇，哇。我去，哇，上去了，牛逼，上来，上我是当要上了，你往后点，来，董事长啊，董事长加油，董事长，这无压力呢，轻轻松松的。哎呀，他这一，董事长，你发现吗？那油门是吧？哎，18吗？来18，来18，来，太牛逼了吧！好，挂好四驱，锁打开，3.8，罗宾汉。这个车今天早晨500公里从武汉出发，就是说这个车新车，是台新车，路线不对，对，直接可以往后倒，幺幺八。来，可以走。倒。直接到，直接到。来，对，那里头全。你试一下这个角度能不能往上面走？你试一下这个角度能不能走？如果不能走的话，你试试我这个窄一点的。加油啊！旁边都是。对，窗户就切地了。今天下雨，所以说这个泥巴都是都是松的，很滑很滑。下雨，人都不来了啊。
那个时候肯定上去不了，但是一个人应该没问题。冒烟了，拉烟了，拉烟了。我先打一点，我先打一点，我拿手。我左边打，对对对，我左边打。走，走，走。一点钟，慢吃几点。打打打打打打，还打还打，还打。不要开始了。打，走，打，走，还打。多吃一点，多吃一点。这全新胎。好，正好一个石头。又上去一个。哎。好，我上来。看机习足。你这位置很好吗？反正最安全。反正你这是最安全的。好，我说了，我是不是轻松爬？哎，你太轻松了。根本就无压力。我跟你说了，我一看我知道我轻松爬吧。牛逼。就那个。走吧。哎呀，太靠前。哎，速度慢了一点。但是我感觉你一点都不快。我都慢慢爬的。对，你就慢慢慢慢就上来了。还丢了个油，关了个窗子。董事长还是牛逼啊！我跟你说，我只要敢说让我第一个跑，我就心里有底，要不然我不敢跑的。牛逼，上面都说牛逼。上面角度好是吧？嗯，是吧。我操，你刚才那地方，哇，那六多的，牛逼，还是开加油站的厉害是吧？好，上了。打我一身，兄弟们，我还给你挡着了点儿。上了上了，木峰，你们是爽了，哇！哎，这是什么？蚂蟥，蚂蟥。蚂蟥是什么东西？蚂蟥。这玩意咬人吗？咬人。这没事，都穿着长裤，没事。啊。没事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小心，小心。别咬了。鼻涕虫。嗯。这个对怕盐。怕盐，一盐马上就淹了，干巴了，化了，化血吐血。鼻涕虫。是鼻涕虫，嗯，怕盐。嗯。爽不爽？这一个个的啊，应该轻松上。他那辆车好是吧？不是，因为我们蛮适合爬这种，知道吧？我们是，我估计他轻松上，他不上就是手艺问题。上不来就手艺问题啊！我操，牛逼！多大轻松上吧？慢点加油！我操！啊！我操！你别是哪里上来的？这里你上不去，你是不往那个？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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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慢慢。我这回找了一个盾牌挡，帮我挡着的。慢点，慢点啊！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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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慢慢。方向。再可以上了，我估计他。一九幺三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哇！
可以。他很轻松，他这个坡上的很轻松。哎呀，我日你妈的，还差点摔一跤。你练的车也上得很轻松。我上得轻松，我中间还丢了油，关了个窗子。高啊！飞飞。高啊！杨豪当时有点难。杨豪不叫拉。拉也不好，那我们的关，没得关点，那只能拉虚。高！杨豪高。白菜来搞，他必须搞，他不搞他不搞，不搞前进不了。对啊，你后面人我们上得不了啊，上得不了。完美哈，完美。一到关键时刻他就停了，完美，哎，完美。要下雨就蛮难搞了。那这是流着水的，他咋搞？全是泥巴浆。来了，白菜来了。他绝壁上不来，绝壁。车水人。跟他说一下要挂的士往上走，那个要烧台，跟他讲一下这位挂的士走，他肯定烧台就在水下走，烧台在这儿。我觉得他车子怎么一点劲没有。但是往往他们这种的才有节目效果。加油。没选好，没选好角度，他刚开始没加油，后面加油方向就跳了。熄火了吗？熄火了吗？这搞不得了，我是。慢慢大。疏挡视线，往这边转。什么遮挡视线了？他说前面这个是啊，不要紧，我会给大家挪开的，我放大就好了。一会儿我估计这个地方他够他磨球一会儿。嗯，他恨得高的。嗯，上不来。嗯，熄火了，这种挡不应该熄火啊。车还是上次一起出去水温高了啊，那是车还是有问题。你看前轮磕住了。哎呦磕冒烟了。哎呦，你们他老公加油，他拉不都不坐三个，他拉不都不坐三个，他拉不来底下喊老公加油。猎豹，猎豹，待会儿冲看能不能飞上来。硬爬爬不上来。猎豹不行就拉呗，有可能。其实还好，说实话，不是这个地方其实还好，对于我们真的还好。哎，他怎么走那么多？有打了，半轴打了，半轴断了，半轴断了。这个方向没打对，就已经断半轴。这一辆，这一辆没断吗？应该断了。那他怎么办呢？回去了？怎么倒回去？应该断了，听声音应该断了。方向，应该断了。他车中还是差得近一样的啊，你们看没有？半轴断喽，方向，应该是断了。哎，打错方向了，打反了方向。方向打反了。断了，不用这么断了。方向机，李总，我刚说还不到十秒吧？老子就是个神预手。再说你晚上的事啊。哇，半轴断了，严重了，断了，没事。可以开回去的，两驱。那就是没办法继续爬了，就只能让他回去。到那个。到那个吃饭的等我们就完了。哎，不是，到那个水泥路那个地方等，他要到味道故事，然后往那个水泥路。半轴，整个换完半轴3000块钱够不够？不要，他搞个普通的1000多块钱，2000块钱吧，2000块钱，加工是2000多吧，啊，2500左右吧，不到3000吧，差不多接近3000。对，三驱牧马人，对。三驱牧马人。飞飞，有请下一位选手。站着的乱的翻飞，但没下高。
半折。不是，让他去那个水局上等我们，我们其他的上，搞完去找他。断半折很正常、哦，刚刚还在说这个地方要断根半折的，我、嗯哦、不错，我不错，这个要断根半折。嗯，然后断了。预测很准吧？很准，比较准。剩下我这对这个车对他这个坡对他来度有难度吧。然后刚才你上的时候，然后那个董事长说你车，他说你一会儿上绝逼一次性没有毛病，绝对可以。他说如果上不去就是你技术问题。然后你跨上来了，他说你看 OK 吧，然后你在这儿卡住了，方向太靠这边了是吧？不是，他是新人知道吧，新手。嗯啊，那跟我玩就是这第二次，第一次无人区那次嘛，也是开锅了嘛。对，又是电瓶哈。他车不行，是太水。嗯，车出问题，不抛弃不放弃。车不行，他本人又没技术。嗯，他哪怎么可能选这边右边这条道呢？右边这条要过来的话，你要打方向，方向来不及甩过来的话，对，车就不正。不正就得拐着弯儿，拐着弯我们去怼油，那就会卡死，一下卡死就把铁打到断了。我断了应该五次左右，对，就一千来块钱儿，就一个半折。断了五次过后我就换球笼了，球笼，那我就不断了，断不了了。球笼你都玩得断，那真是狠人了。那得往死里怼的，除非你我上面就我从直接撞它，这样是不可能断的球笼。三零现在可以上了呀。飞飞，三零可以搞了。三零搞不上来，他在这里都打滑了。上了，我再试一下。上不上来？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勇气可以。等一会儿看那个三零上，应该节目效果爆炸，硬怼他，他得靠速度。三零技术蛮好的。蛮好的是吧？飞飞来了吧？指挥一下，指挥一下。飞飞，飞飞来了。飞飞不是也狠人吗？狠人。加油！加油！哇操！牛逼，漂移。牛逼啊！牛逼！六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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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直接上。哈哈，太猛了！前轮俩前轮都腾空了，眼看着立起来了，我靠！猛夫，太厉害了！六六六，给他一波六六六，太牛了！他这是前轮，狠人狠人。前轮半折断了是吧？嗯，靠后驱一折。嗯，太牛了，这也太屌了啊！飞飞就从来没怂过，就除了刚才俺俩掉坑里那一下，他自己都吓一跳。我操，什么玩意儿？我们在车上让他靠左，他靠右。飞飞还是一如既往的猛。力大专飞呀、啊，没有破坏森林，这本来就是一条路。来了来了，哎，牛皮，没压力，哈哈哈哈哈，最精彩就这个。这个轮胎悬空转得好快，飞飞和他差不多，好吧？飞飞两个轮都起来了，你前面。我知道，我已经悬空了，用他那个轴距挡着。你两个前轮先起来了，我靠！这帮逼说，飞飞还是一如既往的莽。七拐八拐的是吧？
来，我们看，我们看猎豹啊。怎么搞你那个？现在好的扳手断了之后，它能不能开住？开住一个，能开。那是什么？多少的？哎，少爷好棒啊！哎，小哥。还有什么枪？后面还有牧马人。还有。嗯。这最后一辆。捷豹清理大师，捷豹最后上。谢谢小奶狗的幸运水晶，小奶狗续费了。对，这个也是个比较猛的人。来了啊，我操妈的，兄弟们，直接给我吓的，我操，我蹦上来了，蹦我就来了。猎豹来了。奔着我就来了。哎，有一个断轴断了。就前面那白车，他得回去了。冲着就来了，我操，吓得我。抓着我毛哥，我就跑啊！恭喜小奶狗四九级，牛逼！截个图，十九级。猎豹来了！猎豹来了啊！等一下！别慌，到不了。走，他这个车咱们还是上去吧。上去为妙。我们也不在下边了，这地方他太猛了，我们先上去啊。哎呦，我不敢在那位置。啊、我有录像。来了。来了来了，哇，上来了，这个男人上来了，哎呦，厉害牛逼，他真的是没压力啊，我操。我说你这个是绝对上得来，蛮狠。就那上来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接那个扳手带啊。来。再也到不了。还有一个。要不然他上了吗？我停。他隐形了。他熄火了。没熄火。你不来的话，我就上不来。哎，是吧？是的，这个你是需要加油的，牛逼，厉害厉害。哎，慢点，哎呦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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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么多观众在看，上不来起跑。是的，原来踩了100%的油，现在踩了120%，渗油箱里。不会不会，上面是平的。哎，没有，那个脚本机上呢？然后我把车子让开，让开，帮个车票。你搞的，要好像去上麻烦。大爷，放你吧。隔壁，哎，那个，我就是那个放你吧，让开。然后呢？然后放开呢？哦，他那车没脚牙是吧？他脚牙坏了。啊。那脚牙脚他啊。我跟你说，那那。不然他的最好叫他给你个水车让你放水。那个前几辆啊，你这个脚板好用噻。技术不是吹的，是老哥技术太牛逼了。哎，你下去再搞一波噻，
到时候就再冲过。你的钱你找着了？你到时候去冲一把，油门磨太多了，油门太多了，二十多。找着了。对，对，他们都是武汉、湖北的。清掉一下噻，叫他倒下给再上来一遍。好。你看你看那个人，他那么稳。也没飞也没么呀。清掉飘。那翻档哦。飞没飞得高？那猴儿给他翻档。你飞得最高，你两个人子都飞起来了。哎，飞飞是唯一一个人俩轮同时飞起来的，猛。你上来之后，他们说飞飞还是一如既往的猛。就是莽夫的莽，牛逼！小子，我们不吃肉的。看着看着，我先接头啊呀！啊？我接头啊！要掉头吗？他要拉后面车，你这咋掉啊？那。好猛！对，半轴断了。伤啊伤啊！那不伤，跑好慢去。欢迎，因为三。伤啊伤啊！断了一根可以开呀，但是没办法再去继续往前走了。没事，我躲在车后头，我把手机伸出来就好了。我躲在身后头，他得冲，不冲上不去。前轮的半轴断了，不影响，一般是路。对，加油！这个地方对于他们来说无压力，无压力。开车一个个的，可以啊，都硬怼，都硬怼，都硬怼。我们还是看下面那个车有意思着。就是哪个车子都还可以坐哎，啊，那个车子我就坐这个车子上不来。哪个还可以坐？那个三菱。三菱呢？哪个呢？118那台现在才500公里嘛，600公里，它就是今天新买的。
改在那个七八十，他还在冲是吧？他上不来。完了，不是他发挥，他没得发。你看这句，他上不来，他不可能上来。上不来。他手中拿着搞不动了，拉不住。哎，我上来吗？今天去上来你忘了？这得等他吧？这走不了了。嗯。哪个？这两个下来怎么这两？走过来。好了，下来。是黑色那台罗宾汉。那我把绳子放过来。就是说你们俩呀。是的。飞呀！你看表是皮痒的，今天晚上回去再打麻将。打多久？今天输个一万五。昨天跟你说的，昨天才输了八千。今天回去再打。这个能做业务就是这样的，跟你定目标，一搞超目标。超标，业务能力太强。终于赢了一次，赢了两块钱。大把年纪了还玩牧马人，你们就应该在。对呀、啊，因为我跟大家说，如果越野的话，你看那白车要到了，要出去了。其实车越多呀，就七八台，最多十台车，正好。如果再多的话，就像那这种，而且最好是技术都是比较好的，要不然总救援也蛮烦，对吧？你看那白车掉头了。对，这个不是二蛋。那个车喇叭好恶心的。哎，他直接跑头了，我们可以走了吗？我啥子啦？叫他在公路高头等我们。哦，哎，他那个扳手在那开回公路。没得问题，他就是没得，就是只有三区了，现在。哦，三区挂哪了？这两天下干嘛？他要救援。你把那个红的拉上来，你怎么拉的？红的拉上来。他有脚盘没？有啊。他有脚盘哦，这就给我提上，你们先开下去，再上来，在中间等着，给他当个锚子。让他，他没上来，他上来。我们拉他不就完了吗？这么多车。他有脚盘的。哦。二段满切好了。那你就这样吧，你就开到中间去吧，我们再把你车拉上来吧，给他拉吧。很猛的兄弟啊，太猛了。他不能再下了。好了，可以了，这辆可以了。好。太紧了。我先把这个坡子搞上了。不行，那他必须得。他必须得倒着，那个车脚盘坏了，好像。我操，他又下去了。对，只能下去等着了。白车。就是先回去，要不先到马路上，这边越野完了之后再一起走。那他们后面车都要掉头，都得拉着这车，两台车拉着这车再拉那台车，给那台车拉上来。哼，芬姐换车去啊。没有，对，这条生态比较好，好多鸟的声音啊。那红车上不来了，得救援。
吗？我那个轮子方向打不了，右边前轮那个轮子不够。你半走打了，姑娘，你现在往下走，你是在公路上等我们还是怎么样？我们现在还，他们还在帮我们检查，再看看是怎么回事。好的。好。看是这两次往上来，我也不怕上去。我估计他一台车不一定能拉上来哟、哦，肯定要把他扯下去的。他就把那个难点过了。对，猎豹在这儿，等一会儿给大家看，他一会儿上这坡，刚才上这个坡，大家不都看着了吗？我们就看。哎呦，你莫把你爸爸车打了。哎，好，哎，旁边的。这辆，你儿子刚才丢个石头下去，差点把你车砸了。把老子把他丢在山上，不带他回去了。旁边个石头你看见没有？跟个西瓜一样大，跑着跑偏了，要不然正好砸你车上。我怀疑他那个半断了之后，他肯定是弯下来怼在哪儿了。那没事，他打不回去。那个总是飞了的，我跟你说，没事，打一下，砰砰砰响一下。再响几声就不响了，是吧？我们原来都带人直接把半轴下掉，知道吧？扔掉。现在没带人，我们想这路就不需要带人，就没带人。无人区那个没事带人。儿子不如车系列是吧？扎心了，把儿子丢了。儿子不如车系列，兄弟们太有才了啊！董事长牛逼啊，清楚吗？还会说撇通话。哈哈哈人一个一个他妈就越来越猛了，这啊、是啊，这湖北今天没地方玩了，都被玩遍了啊。今天要是不下雨，这路真的不好玩，非得下雨。你看，儿子不如车系列。现在，你看，哎，你看，我们现在在云里头，你看那个，是吧？在飘，跟我们一边高。天气可以。下去看一下啊，走，然后我带大家去瞄一眼。慢点，滑得很。好。不，多少个？这个小东西。哎，你哎，哈哈哈他儿子弄的。好偏了。他容易把牧马人去给拉下去的哦。欢迎鳄鱼。
上不来，自己脚盘坏了，靠牧马人，哪拉的上来呀？看吧。不过今天天气很给力啊，兄弟们，就中午吃饭的时候在下雨，看到没有？吃完饭又晴了。对啊，这个地方它是我们一直在云里头啊，已经很高了。谢谢人走茶不凉。怎么上？能上去吗？因为那台红色车没有自己没有绞盘，必须得用这个的绞盘。这个人绞盘在车头啊，他必须得这样啊。还有一台猎豹。还是得带点速度。因为你这轮子后轮压的是石头，很滑。上不去。你还是得弄点速度。好，可以，可以。哎。好。我钱怎么够的？够了啊。前头连个四轮子货都我们这儿装的前头。那我这装的四轮子。好。四轮子货都靠我们。我的。四轮子货都靠我们。好，换个位置，换个位置，换个位置。还是再往上来点，我好害怕呀，我好害怕呀。哇，再跳一次，是了，又干我一身。拉五，一个人得一个得，全部搞不了。
当前是挂了给坐那个豆的伤挺好的。为啥？全是泥巴是吧？我操！我开始给大家爬坡，有鱼丸的、小礼物的，能不能上一上？啊，兄弟们！搞张就搞张吧，回去洗澡。喜欢看的点波关注。哪个楼啊？这边路。上面。这个两米，哎，火箭你往前牵点，拉木峰先走。啊？啊？哎呦我这累死我了，这车耕田不错呀，泥巴都打松了，把一半的车搞坏了，那就不好搞了，救援都不好救，是吧？哇靠，这又是一个大坡，汉口还在下雨啊？对呀、啊，我们还好，雨停了。这确实有点难啊。最关键刚下完雨，它有个大石头。它主要是没有抓地性，表面是个抛的。你看它轮子大了两寸，现在，哎，它轮子上面裹了一层面包圈儿，你能打？漂移，哎呀，车整个四个轮，哇，
上面我不找了，说死不找了。我走不动了，这得换履带。这个最后这个应该是上不去，应该得拉。你看，从起步开始，车速度就起不来。S， 蛇形走位啊。你先玩会儿。
挂着我，我挂着他，我们俩反正一起拉上去到了。这就是杜总说的好。是杜总说的。一个拉两个老行呗。那不拉去。他也说这里。绞盘呗。用绞盘。对，是湿泥吧。这是啥子声音？断一说，就是你昨天不懵说的。是你的声音吗？我听着。就是你昨天不懵。断一说还断你。好香啊！站那么高啊！我跟你说，他不是往前，他歪了。他是不是？他是这样，突然往后一坐，坐了一米。视频很清晰，我跟你讲，得咋的想，说实话，他是往后得的，他打板子之后他就不晓得，哎，这我是打板子，谁呢？我是那个，因为我们看见个线头，他不是左右左右是吧？来的时候马上要打，有可能是我经验不足，但是他这一点上应该是毛哥呢？我操，毛哥人呢？差一台20000转的发动机啊！哎，没在下面。毛哥他们去哪儿了？哦，他们在那个车里，在中间陷住了。我知道了。他们先到大马路上去等我们。我估计也是这样。你就从他旁边上去的算得着，旁边就一个台阶，嗯，那我也行，着上绝对是这个宽得很，知道吧？一上去他正好用脚盘拿我们的，嗯，等一下飘，我们都是老弱病残。这你在哪了是吧？不跟严的李明，我不要。哎，于总，于总，敲狠烟。对，两门的。我们在麻城，从武汉过来。那也是拖上，他必须得拉。也是拖上，他自己用脚盘。自己用脚盘嘛，挂了。哦，没有就没有，车子自己跑出来。你们注意啊，自己都把脚盘都放出来啊。这个地方没车能自己跑的。不下雨应该上得去。下雨上得去。这下雨太滑了，这坡有点太陡了。他斜着拉呢，到中间再往上拉。确实蛮陡，也蛮陡，说实话。看在地上，知道这大头子了。这什么虫子？这什么虫子？
的吧？没有，死的吧？没有。没事。是马红啊。没事。那不是马红，很小的问题。这山上。走吧，走吧，李东。啊，不，不要吧。上来了，那上来，再坐，咱没完呢。再拉，就一直拉，这个拉上来，这又要拉，这不一直拉上去。你就知道二段和马的区别了吧？马路牵竹，不，他那个是二段吗？我没看你。二段。比牛高十倍，这是马路是吧？放出来呀！真的，把脚绳子绑脚，绑脚吧。阿宇，把绳子绑脚，绑脚。你不绑？我伤了，你们还没执行伤。是的。你伤得够。伤得够。不要让别个扒你颜色，你就非要给我开个软房，好不好？要这个积蓄没得办法。脚盘的脚，在拉。搞个车过来，那不是没有？那跟你们这怎么玩？都是被骑车不得了，得心换成。下面还在拉，啊。拉上来。对，那个地方一会儿过去就知道了，好陡好陡。这路程有一半没啊？差不多了，应该差不多了。这个二段的上来就是见鬼了。上来趁着在去修车的路上是吧？对，确实。哎，幺幺八，我再拿瓶水。慢一点开，要是水都掉下来了。啊。太难了，太难了。不知道噻，我估计也够呛。这不是马力的问题。这路没有摩擦力啊，再大马力也不行，都空转啊。跟你不气。袁总还套路分解呢。你这是发的是第一个波子。哎，这个波子没有。哦，这个波我还没上。哦，我还没上。喂。因为翻车了。我这很。这个上车的时候，就掉车的时候。他就是那个。这么好，有视频看得清清楚楚，还拍了。这么说话有点清楚。
车能开，就是不能爬山了。对。芬姐，这个超级颜值担当是袁安啊。啊，沿路拖啊，哥，沿路拖啊，我拖了腰，拖了这场天了。你报。老郑，老郑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个二战拖上来的，这个不会是换海南的拖鞋，这海南很难用。必须得上啊，这不上就得原路返回，在我们这里没有原路返回的。对呀、啊，都得拉呀。拉也要拉上去。看这头，这头精彩，我们看他再冲一次啊。有，我就原路返回来。哈哈哈哈。啊，欢迎菠萝，欢迎菠萝。好大个坑啊。来了来了，不能走那个中间，一个人太。你下来，你下来，搞得中间过住了，你下来，陈哥下来，搞得见一个人，他那个脑子里面过住了。我现在不能够走那个，多一个人那个中间的摇上来，不能够走那个两个槽里面，应该是183越不好用了，演都不用演了，放脚盘了。哎，飞飞，飞飞，等一下。哇！哇塞，是不是？兄弟，是捡起一个人。兄弟，是捡起一个人。他那个摇住了。牛逼！他要继续往上干啊！歇口气，歇口气。走！小王
要猛，要记住啊，真猛，来劲儿了。扣不上来。指挥一下那个拖啊！加油！哇塞！我估计拖不上来。你这哪拖得上来？我啊，好狠呐！地上都费劲，我操！牛逼！好狠呐！硬是给拖上来了。哎呀，好狠好狠！好精彩，搞得好精彩。三两是吗？是。好多尼玛！没过的吧？你瞧看，那好多尼玛。我是二十五的。不行的，好狠呐！拉扯是吧？你叫他妈我就马上走，你那个谁厉害的？你那光着脚进。那把那车，把我车上脚。好好好。拉到那儿不行。拉到那儿不行。你搞的搞的搞的不要。那点儿就有个叫。这个咋弄？那点儿不能，你在那儿牵着走，你在那儿这个都站不住着。把这车推翻了。这个地方你都得牵，要把车挑起来，你赶紧。把这车分了嘛。哎呀，我靠！哎，我马上加油。哈哈哈！哎呀！这不至于吧？挂四驱就开，挂四驱，别挂这个。妈，车子是能翘起来了，你们把它拉起来了。没劲动，你再嘛给那个地上的那个劲呢？反正摇一下，慢一点，再慢一点，好，好了吧？再换个方向，上面，哎，对。直接把它拉起来，拉上去，啊，那个，干一点，哎，那个放进去，放进去。干够了，好，可以了。重拍一下，对，啊，重拍一下。好，我是这干嘛？这个重拍一下。哎，放车干嘛？这个呢，是吗？让它凉快凉快。哎，对，怎么太热了？哎呀，这不都往用房上上不去？身体好养。脚那儿味儿上去的，脚上去的是。你今天着重采访一下他，这个猎豹怎么这么狠，怎么这么牛，是不是？是的。哎，为什么你开猎豹能把猎豹开出这种感觉来啊？还是不一样，猎豹还是不一样，马还是很厉害。厂家应该给他发个奖。那你开马岂不是更厉害啊？厉害不了。来，耕地大王。来，怎么回事呢？上，你看损失一个后视镜，那哪个马什么什么损失都没有，是吧？怎么你还损失个后视镜吗？哪没损失啊？是不是？那个马的半轴都断了，还没损失。那个小子呢？他最开始两个星期不就快了？
啊，你这个电池可以管一天呢。小钟啊，咱们进那个是他毛连，哎，对，交上啊，对，可以，一直交上去。可以，我这个充电宝比较耐用。还没呢，你再加上哪个盆？先备好是吧？不说的，我们这个火，这怎么也要用这个？爬不上去啊！我他妈往前跑，我那个手机上。那天不是扫嘛，搞个老毛子似的这样。哦。你们别看猎豹丑，你们看看数据就知道它为啥这么丑，还能卖十多万了，是吧？哇，直接给搅上去了，兄弟们。猎豹以前是军品是吧？明哥问一下，猎豹发动机还是化油器的？这种老款的应该是，像他这种肯定是电喷的了呀。再老也没有老到那种程度啊。我爬不动了，我爬不动了。我们马上坐车上去，后面不还有那么多车吗？我们再看，好吧。我真的爬不动了。哇！哇哇！我们进车里感受一下上这个坡啊。这猎豹是多大排量啊？3.0六缸。六缸了。啊，电喷的吧？啊啊。不敢坐。这猎豹是哪一年的车啊？老车，这是03年的。03年的。03年的猎豹。这个也是为老厉害，这个不是玩车，对不对？多少马力？这车？3.0的。它是应该是100多马力。180是吧？应该是这个3.0的六缸。是的。主要看扭矩啊。有点真真，可能冲得上将。算了，咱。导播，四个轮子导播，你们我这改没得啊，锁带都不中。140多吗？汉兰达，霸道也回去了呀，霸道也没上来呀，都回去了，是吧？这我跟你说，猎豹是牛逼，你们还汉兰达，霸道都不上，你汉兰达来干啥来呀？这回把我往下上了。把人手扯他妈点儿，你把油门一脚，后头屁股跳起来了，你那个逻辑，屁股掀起来，中直接的直接中，后头你看车就直接跑到车跳起来，我下次上来了，后头说，你好狠，那人家人是断的不稀奇。
立住了，他就一把挖的，他正好高一挖的那个神草，那个都根子给他立住了。明年的挑，明年的挑起来。我跟你说，十八十八。其实人家是第一个上，我们比的上来了。不是，人家第一个上，我们比的轻松的上来了。嗯，老师。好。第一个比的轻松。我莫非，一千块钱会走到枕头天的，路了，他一翻马路都扯比的我们别人了，就这好。一月七，然后我就五一，我就逛四小里溜，那溪水，他一天一个两三万步，知道吗？来，他压跑了一下，好，我就来这里买去了，买来了，哎，这么骑，哎，我想走的，我又买套跑是，又跑这来，一天多少斤了？那啥黑白啊是？到啊，发米斤，发米斤。路虎卫士。哎呀，叔叔，然后去不知道呀，零三年都差不多。三十几万的吧。就为了三万不，我骑啊，马上了嘛。骑啊，很骑。我上骑了骑。哎，他关键多多多几软嘛了嘞，那我在这接着叫，我在这，好嘞，反正我就跟嘛，调整了，调整还要过去噻。他那边多多多多几条的，他说啥呀？说我就他就不懂的哇。哈哈，我人不见嘞。是啊，让他不会练。你给他们骑个骑的，来拿绳子的。你那边要给绳子给，看他给不给？他不给，我给我自个送上去，他自个送上。我把绳子给绞断了，你那几根？那起码干不了。在那里教我。哎，行，我们上去吧。哎，好吧，兄弟们，我们上去。我们不坐车了，坐里头也是哐当哐当晃，啊，挨点累，走上去，看他们上去。是怎么把车拉上去的？哇哇！你看这轮胎印儿，谁越野性能也没有咱们自己走的越野性能牛逼哈。越野不行就扛哈，太陡了。休息一会儿，对，主要太滑了，兄弟们，你们看啊，兄弟们，有四十五度吗？我云台是平的啊，我云台肯定是平的。你们感觉这个角度能有多少度？
兄弟们，你看，你看车屁股嘛。三十度，不止三十度吧，四十五度以上。38度，哎，应该有45度。你看，形成了直角嘛。你看啊，形成了直角，看到没有？我操！我。我操！泥巴要飞过来了。对，累死我了，你看，我们现在在云的中间，拉了三次才把你都拉上去，飞飞上来。啊啊！把那个插那个旁边那个圆孔。好，是啊，这个插哪？插这儿吗？对，插上。哎，你按，你按就你按就行了。然后那个锁要怎么搬啊？好 ，OK。我知道，拿下来了 ，OK。没有反应，哦，要。拉了。拉，放。
兄弟们，我摔了一跤，操！直接刚才摔没信号了。放放，还有放。操，这个泥巴、我摔两跤了。我操，哇，我操，你给我拿着，你给我拍一下，我这点破了，你看，这杠摔破了，摔破了没？破了，摔破了。这边破了，要不摔了，在飞飞车上找。拜拜，我待会儿我身上有那个消毒的，我待会儿找一下。看见了吗？哎呀，我后面，手机都快压烂了。哎呀，还没压烂吧？压烂了，压烂了。是膜还是屏呢？膜吧。手机都是膜还是屏呢？膜吧。手机都裂了，屏都裂了，废了的吗？不是三星，你是坐下去的啊？看见了吗？手机都裂了。啊！我操的大呀！你不能这样放，你刚才你呀、再搞个小猪八欧杯子，你不能这样放。你待会儿不管他，现在不扒他，我待会儿拿水给你。往右打，打错了。你基本上你不要动方向，叫盘待会儿哪个方向拉你就往哪个方向打，你不要别的方向。对，就这样。对，等一下，还往。你不要怕它滑，你打直就行了。你叫盘会带着你走方向。我的云台也估计也够呛。勒不到，上个你放心，往前走，拉走走，拉放前面装不了，前面这一微你还在北港个幺八啊啥的啊，你这样子是慢慢容易搞的。